你现在有多少身家？几百。几百块还是几百万？几百万。婚姻幸福吗？单身。单身。仔细听啊，人与人比到最后起的比的真的不是能力，你知道吗？有些人明明比你没有能力，就是比你赚钱多，告诉我是还是不是？比的是什么？来找一个负债的，你一年大概收多少？五六万、六七万。那为什么有人一年收入五六万，一年收入五六十万，一年可以收入几个亿？哎，这人与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接下来这两分钟，如果你听懂了，你还有救。如果这两分钟你没听懂，你的人生已经结束了，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所以认真听啊。你们好不好奇那些负债累累的人，那些夫妻感情不好的人，那些找不到轨道的人，那些身体得了疾病的人，他进入了周老师的圈子没过两年全好了，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给他放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如果看懂了可以让你们瞬间醒来，可以解决你们人生 90% 的问题，钱的问题、健康的问题、事业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不幸福的问题。认真看，来，掌声有请大屏幕啊！有一匹马掉到了泥坑里。这批人想救他，但是他拉不动，太沉了。Хазар тухантай хачаач. Хөөх, эзэн гаргаж дийлэг болтой. Ямар, явган заяатай нэмгдэг байна. Газар цогцон ганц муу атсахч яама хитнээ. Харин, алтан ноёндоо эдэн адуу ганд. Хөөх. Дүүрэн буцгаа утсан дээр байх.问你们个问题，马掉到泥潭里了，出不来，自己都放弃了，人都没办法，
叫了一匹马在他旁边转，结果这个马出来了。如果没有那些马来，这个马肯定会慢慢慢慢沉下去，因为他自己都已经放弃了。有时候你跟那匹马，你何尝不是那匹马？你今天之所以觉得赚钱很难，是因为你那个环境的人赚钱都很难。如果这个故事没有唤醒你们，我再给你们讲一个。能行就行了啊，行不来我也没办法。你在县城成为亿万富翁的几率零。再说各位，李斯当年发现家里有两只老鼠，一只老鼠在厕所，一只老鼠在粮仓。在粮仓里那个老鼠长得肥头大耳，每天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心情特别好，也没人来烦他，天天就是吃饱了玩。在厕所那个饿得皮包骨，而且天天被人追被人打，能听懂吗？这各位，我问你们个问题，请问这两只老鼠之所以结果不一样，是因为能力有区别吗？是什么有区别？如果把厕所的那只放粮仓呢，它是不是就改变命运了？所以在座的各位，你们跟我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其实都是老鼠，就你是那只在厕所的，我是那只在粮仓的，就这点区别，不是跟你开玩笑。这各位，我问你们个问题，你们觉得周老师有没有能力讲课讲得好不好？如果我在我们河南省我们那个镇我们那个村讲课，我能收到钱吗？是还是不是？这个各位一定要走出来，只有你走出来才有机会，你走不出来你连机会都没有。一滴水在海水里是什么水？海水。在河水里呢？河水。在井水里呢？井水。在清水里呢？清水。在污水里呢？污水。你们就是一滴水，我把你扔到海水里就是海水，把你扔到河水就是河水，把你扔到清水就是清水，把你扔到污水就是污水。换句话讲，环境不是影响人，环境是直接决定人的生死。你之所以是个穷光蛋，就像一滴水一样，你在穷人圈你永远是个穷光蛋，你就是一滴水嘛。听没听懂？我从事财商教育13年，这13年我帮助无数人从无到有，实现财富自由，找到轨道。有无数人迷茫痛苦没有方向，走进了周老师的会场，通过4天4夜的课程，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有家庭主妇上完周老师的课实现财富自由，也有一些负债的企业家，那负债几千万都要自杀了，那上了周老师的课又再次成为亿万富豪的。也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啊，迷茫痛苦没有方向，上完周老师的课用了几年时间，然后获得财富自由的，这种例子太多了。